师钢琴课室。今天我们要学习吹号。这首乐曲主要是复习以前学过的音符和休止符的。现在我们来唱一下乐谱。嗦咪哆嗦，嗦咪哆嗦，嗦咪哆嗦，嗦咪嗦咪哆，嗦咪哆嗦，嗦咪哆嗦，嗦咪哆嗦嗦。哆咪嗦哆，整个乐曲贯穿着嗦咪哆这三个音，使我们联想到军乐队小号吹奏的音乐，或者电影音乐中的某些特殊的军事活动等。这首乐曲一共分四个乐句，第一乐句从第一小节开始到第一行的第四小节，第二乐句从第二行的第一小节开始到第二行的第四小节，第三乐句从第三行的第一小节开始到第三行的第四小节，第四乐句从第三行的第五小节开始到结尾。第一乐句和第三乐句完全相同，第二乐句和第四乐句也基本上相同，只是略微有一些变化。第二乐句的第二小节是嗦嗦，这两个音相差一个八度，第一个级音是小字组的级音，第二个级音是小字一组的级音，小字组的级音比小字一组的级音要低一个八度。第四乐句的这两个级音都是小字组的级音。第二乐句的第三小节是咪嗦咪，而第四乐句的第三小节是哆咪嗦，略微有一点不同。第一小节第一个音嗦用右手的五指弹，咪用三指，哆用一指。一二三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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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二三。小船是一首大家都非常熟悉的英文儿歌，这首乐曲主要是复习以前学过的音符，这两个音都是笛，中间有一条弧线连接着，这条弧线叫同音连线。在弹奏的时候，只要弹前面这个笛音，并保持六拍的时指，下面这个级音也只要弹前面这个级音，保持六拍的时指，这是三四拍的拍号。三四拍以四分音符为一拍，每小节三拍，它的强弱规律是强弱弱，第一拍是强，第二拍第三拍都是弱，所以在数拍子的时候，第一拍要数得强一点，二三数得弱一点，一二三，一二三，这样有一种划小船的那种律动感。现在我们用音名来读一下这首乐谱：级二三，级二三，级二 A B 二三 ，B 二 A B 二 C D 二三四五。六，G G G D D D B
鼻鼻吉二三，笛二西，鼻二 a 吉二三四五六。第一个音用左手的四指来弹 ，a 和 b 这两个音分别用三指和二指来弹。在弹奏的时候，注意左手和右手的衔接。一二三，一二三。感谢大家的收看，下。